圈圈的感情状况一直备受外界瞩目，坚强了他目前将生活重心摆在工作上，已经慢慢从悲伤走出来，今日登上直播节目。也被问到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个星座的男生，他自坦言自己会尽量不碰天蝎男，顾虑原因是自己碰过，而身边认识的一些天蝎男都属于垫垫吃三碗公的类型，台面上看起来很乖务实顾家，但私下却蛮多女性好友。另外他还说狮子男也不行，因为狮子男很黏，自己不太能忍受男友很黏。但他透露自己加入啦啦队前，其实也属于交往时很黏的，但后来才发现自己一个人做很多事情的快乐，所以现在变成不喜欢把自己大多时间用在跟另一半相处上。至于有没有新对象，他则笑说一切顺其自然，不会过于强求。